每个关节都像被蚂蚁啃，然后而且不是一阵一阵的痛，是一直在痛，然后睡觉也睡不好，然后关节要出力也没有办法。就是我所要打的，所以我现在以为我害他。原本活泼开朗的郑同学，在国中时还是个优秀的篮球好手，现在他的人生却变了调。一开始就是原本国一就是很健康，因为我是每天打篮球，我是篮球队的。然后后来打完那个 HPV 疫苗之后，就变天的时候就很酸痛，很酸痛，就不是一般的痛，是痛到睡不着，然后握笔什么的也很，就是很用力也握不住，就是很痛。不止对篮球影响，对我的人生都造成影响。就像我现在已经休学了，好不容易考到喜欢的大学，但是却因为生病要休学，也很痛苦。当初会发现，就是打完疫苗之后，贝拉他有说他的很多的关节都会疼痛，那每天的疼痛的位置非常的多，所以我有按照，我就把它画了张图起来，然后每天记录它疼痛的地方。后来其实在我们一开始以来，就是其实我们认为是关节就是成长痛，包括运动伤害，后来越来疼痛的地方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那多到我们其实已经记不太起来了。